HDR90 这台有趣的哈，除了四路单路之外，它有个导播机在这边，你可以透过萤幕直接导播。画质真好，好漂亮，可以有 4K 的水准。这里切直接导播，等于说你有了这台机器 ，MultiView 有了，切换 Switch 有了，然后只要接个截取卡就直接导播了，那录影也有了。哦，这台机器不贵，可是CP 值也很够。台湾做的三年保固，阳明的 HDR90，当导播机很方便。再透过电动的摇杆，指定记忆点。指定记忆点，指定记忆点，等于说这个机器人呢，就任你摆布了。然后搭配阳明的这个装备，你就可以很快很顺的把工作给做好做满，够方便呢。那这个是它的控制盘，300A PTC280。HDR90 RMC260 控盘加 SE1200MU 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这套导播系统，还可以进入会议哦。